这个它有写2秒钟，340直接乘以2就好。哦，那个光太快了，就不用去算它。水中一定听得到啊，好、哦，听得到，因为水可以传递声音嘛，好、哦。那、啊、再来，水中后介质一样，速率就一样，介质一样，哦，速率就一样。那他有说，他说相邻的密布张就是一个兰达，兰达为70，所以根据 v 等于 f 兰达。如果你是500，要有70的，那大股是250的，那这里要写一百几，要写140，要写140这样。然后他又说1秒产生0.5个波，叫做频率0.5，频率0.5周期就是0.5分之1，那就是2。好。一个波要2秒的意思，那 P 点回到原来，P 点只要四分之一个，只要一个振幅就好，四分之一波，二乘以四分之一，这样是0.5秒，就可以完成这件事，也是对的。那它的兰达是，兰达等于12，频率等于什么？0.5，12乘以0.5，这样是6，就是它的波数，波数是6。波形移动六公分，R 会移动几公分？波形移动六公分，这样就移动一半，好，因为它一半就是六公分了，所以 R 也要走一半，走一半是两个振幅，两个振幅，R 是最低点的，所以它只能到最上面，所以要它要走八公分，八公分4+4，这就是对的。那周期减半。周期减半，根据 v 等于 f 兰达等于兰达除以 t，你周期如果变成一半，你的波长也会变成一半。波长变成一半，表示它水平距离是不是加倍的？好，是变成一半，变成二分之一倍。这里错的是足，在振幅10公分，好，打勾。周期，它这里是时间4秒，打勾。然后振动方式，空气，这是横波哎，好、哦，坐标这样看起来是横波，波长，波数10，好，v 等于 f 兰达，那也等于兰达除以 t，那你波数是10，啊你兰达不晓得，对不对？那你一个周期是4秒，谁除以4等于10，所以。也让答要等于40，这是对的。好，错了就是 C 了，因为这个是绳波，绳波是横波，好，这是横波，空气中的声音是纵波，空气中的声音是纵波，所以不一样。A 到 A1 只有走一公分。A 到 A1 是有1公分，那你全部是4公分啊，1公分对4公分，这样就是四分之一个波，好，A 到 A1，然后此波频率有多少赫兹？好，那它现在是0.1秒，它的波的情况。0.1秒波的情况是这样，所以我们直接看，它这样应该是实线到虚线吧？这个图不是很对。好，也就是说它前进了1公分的意思啊，整个波前进了1公分。好，就是 A 到 A1 的话，对吧？1公分，所以它波数就是你用1公分除以0.1秒，这样是10。20等于 f 兰达，那频率不知道，兰达是4公分，所以频率就是2.5赫兹。我们先用题目给的数据哈，图给的数据找出这个条件，2.5有吗？跑掉，2.5是铢。
啊，波数我们刚才算是10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波数刚才算是10，就1除以 0.1。距离除以速率，时间就是速率嘛，哈。好，那它同材质的绳子，那波数是都一样的，这是对的。振幅的话，这是两格，一格，一格，一格半。好，所以这样子乘以2的话是4223。振幅的话，这很容易看。好，波长的话，这里是。这是4格，然后这是2格，然后到这里1234567 8，这是8格，这是4格，所以是4284。4284约分之后是2142。2142波长是对的。那波长跟周期要成正比啊，因为 V 等于lambda 除以 T 嘛。这个是成正比的，好，所以这是错的。好，那发生爆炸的时候，地面震动比较快，比较快传过来，好，因为固体的话传播比较快。那这个地方很明显，它这个lambda比较短，这个lambda比较长。好，那这是lambda小，假设lambda小。浪大小，但是频率会大，因为波数是一样的，波数是一样的，所以要选频率大，就比较高音的意思。波长这也是8，这个12，这浪大12，所以要8比12，2比3。周期波数相等，对不对？他有讲波数相等啊，所以 V 等于 F lambda 等于 lambda 除以 T， 你波数是相等的，那你波长是2比3，那这里也要2比3啊。好，因为这是成正比的，成正比的。好，这要注意一下，好，因为你 V 的 F lambda lambda 除以 T， 它这两个是成正比的，上面是2比3，底下也会是2比3。好，那这是今天的作业解析，要看一下哦，加油。